基因的表现最终产物是谁呢？是蛋白质，还记得吗？ Gene make protein, protein to everything。蛋白质才是基因最后的产物，是蛋白质。B 选项核当里的 RNA， 哦，这一题哦，是哪星星？这个 B 选项送分，没教。密码纸、反密码纸或叫补密码纸，我们没有教，就先跳过它吧。好，最后看 C 选项，真核生物，真核生物的转录在细胞核，真核生物的转移在细胞质。而原核生物呢？原核生物的话，转录在细胞质，而转移也在细胞质，因为原核生物没有细胞核啊，所以是不是都不同？哦，不不不，转移都在细胞质啊，所以原核跟真核生物的转移都在细胞质，并没有不同，只有转录不同。转录在真核生物是细胞核，在原核生物是细胞质，因为原核生物没有细胞核。好，所以 C 就不对了。猪选项，我们皮肝脏的细胞进行转录的基因和皮肤细胞有所不同，而导致对，什么意思？皮肤细胞表现皮肤基因，肝脏细胞转录转移肝脏基因，造成这两个细胞表现出不同的性状，执行不同的功能，所以造成我们的形态跟功能不同，是对的。我们所有的细胞都有一样的基因，为什么长出不一样的状态？因为每个细胞表现的基因不同啊。这样，肝细胞表现肝基因，皮肤基因就休眠；皮肤细胞表现皮肤基因，肝细胞就肝基因就休眠。好，这样子，所以这题猪是对的。